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河南电视台演播大厅高朋满座，盛有如云。今天晚上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
由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中华宋庆龄国际基金会、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共同主办，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承办的国色丹青相映红庆龄枫叶奖颁奖晚会。首先我们要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大家。朋友们，今天将获得庆龄枫叶奖的马金凤、刘世平两位先生都已年过九旬，却依然致力于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借今天的晚会，我们要向两位先生，向所有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积极贡献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在今天的晚会上，您不仅能欣赏到有着洛阳牡丹美誉的马金凤先生所创立的豫剧马派艺术的精华和中华戏曲的博大精深，还可以通过我们身后的画卷欣赏到刘石平先生数十年来用妙笔丹青绘就的精品画作。这正是我们今晚的主题，国色丹青相映红，有着无限魅力的戏曲艺术和书画艺术将在这个舞台交相辉映，带给我们视觉的享受和心灵的震撼。正所谓八十余载梨园高歌，实为举世罕见，九旬高龄丹青妙笔堪称中华瑰宝。马金凤，豫剧五大名旦之一，国宝级豫剧大师，中国戏曲帅旦行当创始人，被誉为戏曲百花园里的洛阳牡丹。他七岁登台，从艺八十余年，为当代舞台生涯最长久的表演艺术家。在几十年的舞台实践和艺术探索中，形成了豫剧马派声腔艺术独特的风格和神韵。不管是穆桂英挂帅中气宇轩昂、壮心不已的穆桂英，还是花大潮中智勇双全、泼辣善良的程七奶奶，亦或花腔园中至情至真、武艺高强的姜桂枝等诸多艺术形象，都无不彰显着马派艺术酣畅淋漓的心意宣泄，毫不伪饰的直抒胸臆，以及纯粹与美的最佳表达，成为中国戏曲不可复制的经典。他的戏金声玉振，凤鸣九州，他的心只为豫剧抱成守真。八十余载梨园高歌，实为举世罕见，九旬高龄丹青妙笔堪称中华瑰宝。Yeah.
看他的书生小得意，他赶考路过俺那家家里，一路风霜经不起，伤寒冰冰倒在一座破庙里，也是他命不该死又不起，老爹爹把他搀回俺家里，请来的命呀与他之命尽难不易，比他老爹爹要为他掰开了眼睛，小丫鬟上绣楼上对我保持，他也说我的不言难，你可真想我的不听为为了一位尊公，只招待那个风流如烟相貌不尽，我听此言急忙忙带丫鬟下楼梯，在那客厅门外我停住了局，那个窗户高我的身在低，小丫鬟她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她把那两个大砖一块起，我先前百青带来的精彩演唱。朋友们，马金凤先生的三个代表作《一挂两花》都曾经被搬上了荧幕，其中《穆桂英挂帅》早在1958年就被拍摄成了戏曲艺术片。当年马金凤先生36岁，正值风华正茂。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电影片段一睹马金凤先生当年的风采。在民间呀，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说看了马金凤一辈子不生病，这足以说明人们对于马派艺术的喜爱。马派呢，也是当今豫剧界流传最广、后学者最多的旦角流派之一，上至70-80岁的老人
下至三四岁的娃娃都在传唱着马派的经典唱段。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就是我们梨园春的少儿明星擂主，年仅四岁的张楚仪小朋友为大家表演的马派名剧《花打巢》当中的精彩片段，有请。齐奶奶，车套好了，快上车吧。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河南电视台梨园春特别节目《国色丹青相映红》。提到今年92岁高龄的马金凤老师，提到他从艺80多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跟马老师接触，我知道他爱戏，他敬畏舞台，他享受舞台，而不是艺术之外的那个名和利。其实戏、豫剧已经融入到了马金凤老师的骨髓里。前些年我没记错的话，是2007年，马老师得了一场大病，住进了北京301医院。我当时去看望老人家，老人家已经神志不清了，他连他的亲生女儿都不认得。但是医生做了个实验，您猜怎么着？马老师竟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穆桂英挂帅的戏词儿。我们说不疯魔不成活呀，80多年的艺术人生真的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感悟。有人说马金凤老师是河南豫剧的骄傲，何止啊，洛阳牡丹早已飞出了河南，传遍了神州。我们说他不光是河南豫剧的骄傲，在全国的戏曲界、文化艺术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马金凤老师是我父亲的学生，那就等于是我的师姐了。
演，国粹增辉。亲爱的朋友们，一出挂帅呢，曾经被众多的姊妹剧种所移植。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这个挂帅啊，是我们心中永远经典的剧目。是啊，今天呢，越剧表演艺术家吴素英，京剧表演艺术家史一红，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彭慧恒，这三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也带着各自剧种的穆桂英挂帅来向马老表达敬意和祝贺，欢迎他们做精彩的表演，掌声欢迎。
回到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特别节目《国色丹青相映红》庆云枫叶奖颁奖晚会的直播现场。朋友们，有人说艺术是一个民族最直接的精神印象，在马金凤先生身上就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在我们文化灿烂底蕴深厚的大中原，还有许多像他这样的艺术家，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坚守着中国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伟大事业。是啊，提到豫剧，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首先想到的是豫剧名旦六大家：常香玉、陈素贞、崔兰田、马金凤、严丽品、桑振军。Thank you.
温州傲，永在红光烈城十里家庄老公爹。
不怕他要来逞强啊！撞三只龙宝枪打亮，配盔甲，整戎装，骑上战场，刺一番倒在那两军肩上，怒力杀，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特别节目《国色丹青相映红》庆龄枫叶奖颁奖晚会的直播现场。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首先，我们要为画家刘世平先生颁发庆龄枫叶奖。刘世平先生和我们梨园春很有缘分，早在4年前，我们就曾经拜访过他。今天就让我们再次跟随摄像机的镜头走进刘世平先生，感受他平实无华的大家风范。2009年冬天，记者沿着崎岖的山路走进大山，探访了在此隐居多年的老画家刘世平。上世纪40年代，年仅22岁的他，考入了当时中国最高的美术学府国立艺专，师从丰子恺、林风眠、傅抱石、关良等艺术大师，与著名画家李可染、吴冠中、苏天赐等师出同门。晚年隐居山林，主攻国画，尤其擅长戏剧人物创作。刘世平先生的作品传神生动，很平实的把他戏剧人物表现出来，创造了他自己独特的这个风格，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我们后学去认真研究的。他对于艺术的真正的追求是从心里头的追求，而不是从通过艺术去做名和利的追求。我看了他这个画以后，哎呀，太震动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深厚的、这么有涵养的、这么有灵气的这种戏曲人物画。他的用色、他的用墨、用笔，没有几十年的磨练，他没有崇高的心灵，他没有这种修养，没有整体的素质是画不出来，是吧？浮躁追求名利，那简直不可能。他为什么这样？90多了，深山老林里头，河南人呢，啊，有这种风格，有这种风骨，有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复兴就是需要这种精神，我们实现中国梦就需要这种精神。时光的痕迹淡淡隐去，面对曾经的苦难，刘世平从未抱怨，而是把所有的爱凝聚笔端，融进那永远流淌着生命激情的笔墨丹青之中。我从小爱看戏，爱画戏，更由于我对京剧的热爱和绘画的执着，自然而然把日子结合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现在依然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戏剧人物创作将伴随着我整个艺术人生。
有请画家刘石平。欢迎刘石平老人家，欢迎他。93岁的老人家了，仙风道骨，我觉得大道至拙，大道至简，没有什么比无条件的爱更伟大的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河南省委副书记、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顾问邓凯为刘石平颁发庆龄枫叶奖奖牌和奖杯。朋友们，我们有请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会长杨丽丽为刘石平先生颁发庆龄枫叶奖奖金20万元。谢谢颁奖嘉宾，我们再次祝福刘石平老人家。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另一位艺术家颁奖。马金凤老先生啊，近些年来老说自己是80后、90后，他总是这么乐呵呵的，好像永远有一种不服老不服输的劲头。但是马老先生近十几年来可以说把重点都放在了豫剧的接班人和下一代的培养上。就在前不久啊，河北邯郸的一所小学要成立一个剧社，马金凤先生知道之后就专程赶到了学校，教孩子们唱戏，为剧社揭牌。我们梨园春的记者呢也非常的有幸用镜头记录下了马金凤先生这一天的生活，我们来看一个短片。您好。早上好。电梯坏了。脸皮厚啊，不是1层啊，10层，这是对咱的考验，那你锻炼。你这能下？能。慢点下，扶着啊。一层一斜啊。还有好几层了，还多着呢。就能搞多少？啊，到了。哎呀，还下雨了，暴雨啊。风调雨顺，那没人铲就下来了。我也很容易铲。可以了吧？心有可老练，老练。马老师，咱们照张合影可以吗？可以。你不光看我，你看哪边？列车前方站台是邯郸东客站。这豆大的木字真见过。好，我又赔偿了人家他走进他的小区边了哇。有请马金凤先生。他们少年戏的滋润已经有很多年了。再次响起掌声，感谢马金凤大师。热情，再提劲儿，我就是反过来
飘，飘一点，出不来劲儿，心中我憋的，憋劲儿，过来了，对，哎。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有请河南省政协主席、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顾问叶东松为马金凤颁发庆龄枫叶奖奖杯和奖牌。又见面了，刚才呀，我在后台，我说马老师，您今年92岁高龄了，从艺80多年，今天给您颁发这样的一个荣誉，您一定要说几句话呀。马老师说，小白，我不说，我说的不好，你替我说，你说的得劲。马老师告诉我，他说我的艺术啊，是用生命换来的，没错。用生命换来的马派艺术也给马金凤老师带来了好运。大家看一下，今年92岁高龄的马金凤老师依然精神矍铄，宝刀不老。所以马金凤老师用他的亲力亲为给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命运。命运，命运，那就是你用生命成就艺术，艺术竟能给你带来好运。马老师，谢谢您，在这里呀，请允许我代表全国的戏迷朋友，向92岁高龄的马金凤老师及所有的艺术家祝福，祝福他们健康长寿。马老师，马老师和所有的老艺术家，才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贝，谢谢他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已经92岁高龄的马金凤老师将再次披挂上阵，和他的弟子们一起挂帅出征，让我们掌声有请马老师。掌声有请。
谢马金凤老师，谢谢众弟子，谢谢谢谢。马金凤老师啊，用他的艺德，用他的人品，在中国豫剧的舞台上真正挂了帅。愿我们所有的后来者都能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贡献我们的力量。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梦想，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今天的大中原又吹响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嘹亮的号角，为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今天就让我们乘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的东风，把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传承到永远。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有请小香玉为大家献上时代之港，有请。郑州航空港，飞吧飞吧，
难忘今宵，今宵难忘。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让我们记住这两位老艺术家的名字，马金凤、刘石平，也让我们在18大精神的感召下继续弘扬和发展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亲爱的朋友们，梨园春特别节目《国色丹青相映红》庆云枫叶奖颁奖晚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观看，祝大家晚安。朋友们，再见。再见。